今天有五位明星要为大家介绍台北市还有台北县好吃的路边摊小吃。我们先来欢迎的是三个摊位的老板，欢迎你们。欢迎，好。好，这三个摊位呢，当然阿妈在讲话，阿妈在讲话，阿妈在讲话，阿妈被封上。有他有一段 slogan， 他有 slogan 吗？好吃的猪水高，吃的会长高。是林志贤帮我们介绍的，哎，对对对，所以你是常吃还是在你家附近？还是因为我家就住在那个饶河街的附近 ，OK， 然后阿婆就在牌楼前，那他的摊子就是像这样子，他其实不是，他平常都拿那个扩音器在讲话，他其实不是很起眼，我会被他吸引是因为他那个扩音器一直放循环带，就是你可能从四点多到凌晨一点会一直听到猪血糕，猪血糕吃了会长高这一段台词，所以这段台词应该是为了押韵才硬讲的吧？当然了，不然应该林志林志也没有长高啊，他有可能因为不识广告而做了。哎，那请问你去买的时候，他们的成员就是这两位吗？啊，以前都是看到阿婆一个人在那边 ，OK， 然后刚刚稍微跟他聊一下，因为以前都只是。正常的一般买卖我们就走，才知道他已经卖了44年了。哦，阿婆卖了44年了，27岁一罐，27岁，没加这尊，哇，44年哎，阿妈你一天可以卖几龟啊？几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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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卖大龟有一点啊，龟龟的，龟龟龟龟，能够自己讲就觉得好陌生的这句话。对对对，那是你每天拜人礼拜拢较好。OK， 那另外两摊呢？介绍人是少廷，对不对？我介绍的。少廷，你站起来一下好不好？听说最近拍了线上游戏广告以后，是也变宅男女神了吗？我其实是2008年的宅男女神。这个你也要跟我们计较？已经2010了，烦了你。而且我是2009年无名小站票选爆红正妹第三名。第三名你也讲得出来？你要不第一名，我还稍微帮你额露一下。所以其实我跟那席话不会觉得很心酸吗？我是妇科版的宅男女神。我跟你讲，他最近线上游戏跟另外一个女明星合拍的广告，然后真的有我身边出现了男生跟我讲，说他们觉得少廷好漂亮。你是说本来有本来忽视少廷的人，然后就说为了那支广告开始注意他。所以你有要安排什么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说就是本人很可怕。不是，我说他已经出来很久了，还好啦，我出来其实才3年而已。才3年吗？嗯 ，OK。你今天有不高兴红糖来吗？因为我想可以代言的是他，不是你。红糖没有，是2010年就是宅男女神第一名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啊，是乱讲。红糖只是一个大学生，不是吗？对，我大学生。然后你现在身份是什么？我之前是以助理主持的身份出道的。在哪里？就是跟那个香港食神宝师傅，我是他的助理。哦，嗯，所以就其实你也是演艺圈的人啦。刚刚起步。你在学校也穿这样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在学校很正常，不可能穿这样。那是谁逼你穿这样？不是，没有人逼我。这两个摊都是你常常光顾的。我爱吃的，我爱吃。这个是因为他也在饶河街小黑人。对，然后就是你只要走过去还没到就会闻到它很香。他牌子叫 Alan， 你觉得他喜欢叫小黑人吗？可是他的店名其实叫小黑人。所以客人会叫你 Alan 吗？其实不会，对，他们都直接，因为我从小要叫黑人。所以 Alan 是为了我们节目而取的吗？没有，就是 Alan 是昨天晚上我要叫什么 Tony 还是 Alan， 跟国际接轨。所以你摆摊多久了？摆摊7、8年，我大学就开始摆摊。哎，邵老板，你知道什么叫香酥棒吗？不晓得。现在新的东西我比较，所以这是新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新的东西是把炸鸡排改成长的条状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它是属于丹麦面包的一种。对，其实这种东西早就有了。你当初根本不知道他在卖什么，你去吃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一只一只在那个夜市的时候很好拿。然后觉得很香，所以买来吃。汤汤水水就不好拿，对，而且它吃不用是嘴巴很裂开，不用直接小小的，对，而且手也不会脏。哦，你如果横着吃就要裂开了。对，整个裂到这一摊。夏婷，另外一摊呢？另外一摊它是超好吃的鸡，你吃过会想它。摊名是合记盐水鸡，对，但是它超好吃。所以你们的鸡肉是跟别的鸡肉不一样吗？哦，我这个是台东的方山鸡。
OK， 好，今天要陪伴这几位美食的明星，所以我们也请了一位美食的代理主持人来。这位主持人今天很敬业，有依照陈汉典的网力做了一番打扮，可能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很心酸的感觉。他围裙好秀气哦。好，我们打开门欢迎他出场。点的山寨版吧，汉典的爆，你怎么一出来就骂脏话？我是台湾路边摊最佳的代言人呐、啊！哎，你看我这打扮就知道。你干嘛弄那么秀气的围裙？你大油头配这个围裙好，对啊，好，这个叫做很矛盾，是不是？这叫那个反差了。是，对不对？哎，通常梳到这种油头的老板已经赚很多钱了。一般流氓或是黑道金盆洗手就会弄成这个造型。哦，对，路边摊。然后那个跟莫文蔚、食神里面要对打手，拿菜刀去打。今天要麻烦你的位置在那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坐，麻烦你请。OK。哎，你挡到我的镜头了。后面过不去。有风的感觉。没事。再麻了一下。哎，赵兄，因为本身也是美食家，虽然上次带来的美食被你批评的乱七八糟，可是你说那个假咖喱啊，冬天咖喱是吗？他说他回去气了很久，哎，听说那个老板好像跳楼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好像是你把他埋了吧？不是，今天你也有推荐东西吗？哎呀，当然要先从我的开始讲吗？请问你推荐什么？我是绝对道地的，吃了这些所有的东西完以后，最重要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饮料。就是这种1000cc 的大杯的红茶，专门解渴用的。真的很秀气，会介绍饮料啊。你吃了那么多的又咸又辣的东西，最后一定会喝个红茶解渴。那饮料没有温度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先从热的开始好了。好，可以来。那个赵兄，可不可以把那个一坨一坨面线的东西拿起来，我看看，在这边。那是凉面是吗？这个是麻油鸡面线。这是谁介绍的？我介绍的。好特别的东西哦。它是要配旁边的麻油鸡一起。对，它是在那个南雅夜市非常有名的麻油鸡。麻烦你赵兄，干湿分离是吧？对，这个麻油鸡面线来吃。所以你说吃的时候一定要点一碗麻油鸡，再加一个面线。一定要配干面线，汤算是蛮够味的。OK， 所以它比别的面线不同的地方，你觉得是？它就是一开始我会发现到这家，是因为它排队排超级长，就是要抽号码牌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吃了之后发现真的超好吃的，所以他现在这个过眠的状态是因为放太久吗？有可能。哎，请问温度的各摊位的老板，好，谢谢赵哥。杨老板，你会去吃别的摊子的东西吗？好，那你刚刚在录影前有没有先吃一口他们的猪血糕？没有。那如果有别人也在卖咸水鸡的话，你会啊会啊，你会去吃？会啊。你有吃过比你们摊子好吃的吗？没有。都这样讲，真的也好。好傲慢，对，好吃吗？真的很咸水鸡是不是？你不是在讲面线是不是？面线怎么样？现在没有得到面线说好吃，没有得到太多好评吗？汤冷了，对不对？汤冷。你好，小 S， 你奶奶他们常买我们的，可是我奶奶对猪内湖对不对？对耶，对。你那个语气好像奶奶，你干嘛瞒着我买咸水鸡啊？不是，你有去过跟我分享？不是，奶奶每次去除了打折以外，多给她要两只腿。因为我奶奶在我面前演说，哎呀，我不吃肉，吃菜吃菜，结果你还偷吃咸水鸡。对啊，拿鸡腿这样。好可怕，做面人。所以她竟然，而且还打着你的招牌出去。对啊。而且我去她家，她也从来没拿咸水鸡跟我。为什么会被知道是小 S 奶奶？因为她出去买的时候说我要打折，因为我是小 S 奶奶。所以我奶奶一直有打着我的名号去买咸水鸡。是你们外劳。啊，外劳介绍。外劳介绍说这是小 S 的奶奶，是不是？结果你给她打几折？没有。因为半只鸡要是290的话，他会跟我讲说：“老板，200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不卖。”哦，打太多了。然后他会去买80的。在讲我家外劳的坏话吗？怎么办？邵老板今天要介绍那个邵兴要介绍的东西是一个改变他生命的东西。哎，其实我今天带的东西其实都是跟着我随着年龄成长。我常常讲说，美食啊，不然小吃，都是开启一把记忆的钥匙。哇哦！我每次不管是闻到或者吃到那一瞬间，又让我回到过去的20年里。你是跟阿妈？阿妈坐在那里，有70年历史。站起来，你现在介绍我的东西吗？对啊，因为也要趁热吃嘛，对不对？麻烦一下，水煎包好不好，这位大哥？
哦，好大哦！最好是有记忆回到味道，不然就该死了。好大颗哦！有切半开的。它是在早期，在35年前到40年前的时候，在新店的光明路。哎，它的皮很酥哎。对，它的皮酥都是外，最好是你还自己带手扒鸡吗？为什么你有塑胶袋，我们没有啊？为什么可以配？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用手拿才够劲。你知道，因为我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节目要做，我把手弄脏了也不好。但这个东西呢，在新店光明街，它大概开了40年。以前我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5到6年级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它陪伴我多重要的过程，是是是这样。我只有20块钱，5块钱是拿来买水煎包的。对，你不要走嘛。你在注意我。5块钱是买来水煎包的，15块钱是来看电影。对对。看电影的过程当中，只要水煎包，还带水煎包，一场电影，这水煎包对我太重要。对，比方说我们在看电影，对，它好吃不用讲，它陪伴我。如果剧情是，如果很缠绵悱恻的剧情，那种情绪来的时候，那种压抑不了自己的时候，这个水煎包，哎，可是它的那个口感很，他要哭了，也是你，你都不理他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人啊你？我已经叛逆了。他在演内心的戏啊，吃了吧？没有了，演的烂透了。讲真的啦，我跟你讨论口感，对，是很惊悚的时候，演的很好，惊悚的时候，对。难吗？你讲话没？让绍兴，让绍兴。水煎包是你疏肝啊，你人手非常重要的过程。对对对对对。请问如果是战争片？太痛了。是，战争片也有别的演法吗？啊，你不要他噎死啊，不然让我们节目噎死了呗。好不好吃？好啦，皮很脆，它的皮有嚼劲啊，它的内馅很饱满，嗯哼，它的皮底，它的底是很酥脆的，有一种面包的感觉。所以说它改变，这家其实做了35年。请问你说它改变你人生的原因是什么啊？因为我每一次在看电影，到伊斯曼戏院，光明街有个伊斯曼戏院，我每一个礼拜六存了20块钱。就是要看电影，不配呀！你们相信我吗？这种事你不了解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是说，20块已经要看电影了，然后又要买水煎包，你压力很大，是吗？这是我怎么我一个人呢？你感情有抒发的时候，我就靠水煎包来啊！你这么怪异，以后老板们不会卖东西给你吃。你看他们的表情都被你吓到。你先访问别人，我把情绪先平复一下。是快要噎死了。赵又廷红糖逛夜市，少熙强戏不讨喜。刚刚后面要介绍鸡蛋糕，这是派大星海绵宝宝的鸡蛋糕。在夜市逛的话，你会先对哪一摊感兴趣？这就要看了，饿不饿？还有旁边有没有带领伴？红糖，你陪赵哥去那个香酥棒那边。我们两个香酥棒哎。大哥。大哥，这样你可以加薪。来，老板，赶快去回家。阿飞，除了水煎包之外，你还带了什么来？我还有臭豆腐。哦，臭豆腐冷了是很大的挑战哎。臭豆腐凉了，臭豆腐有点凉，可以来一下。不忧啊，先尝它的泡菜，泡菜是吃凉的，泡菜不错，还好有泡菜的陪伴。泡菜很好吃，好吃吗？泡菜不错，要加点泡菜，泡菜味道好。赵哥，你这样跑来跑去，是会不会觉得很烦啊？不会啊，还好，我自己在旁边就先吃起来了，好吃吗？泡菜好吃，对。这个臭豆腐他卖了3袋了，很好吃。他在新店的惠国市场，现在没有人知道。哎，赵哥，麻烦你那边给客人。这个臭豆腐有故事的，有没有接到过去那一种啊？对啊，他噎住了，太好。我父亲。好，来过世的父亲，我就要专心听。对，父亲过世的那一年，在教会，到教会里面一个弟兄姓曹，叫曹贝贝，是，他就是卖臭豆腐。是，当初我们三个兄弟在碧潭钓鱼的时候，跟我哥在一起钓鱼 ，OK， 钓到中午的时候，每次都会从远远传来一个声音：臭豆干，臭。等一下，这样喊不对，我有带造句。忍受，我们现在搬出了泡面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臭豆干。
臭豆腐干，臭豆腐干。都在骂人吧，都在骂人吧。那我们听到这个声音，你何必呢？鱼竿收起来，你为了我们节目买那个东西哦。你跟阿婆借就好，阿婆还比你大只。坏掉了，坏掉了。我跟你说，坏掉，跟我借，我不借他。但是这个很重要，是我们听到当下就马上就跑上去找曹菲菲吃臭豆腐。对对对，吃着吃着也吃了几年，对，他不跟我们收钱 ，OK， 因为他知道我爸爸我们过世，他也晓得。就三个小孩像孤儿一样，很疼惜我们的。后来过了，大概他也走了。后来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，再也找不到这个臭豆腐。但取而代之的是这一家。OK。但重点是什么？你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其实在二十年，他就会有行销的策略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姓曹，我们都误错了，以为他是喊臭豆腐干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的喊法是。炒豆腐干，虾姓炒，所以叫做炒豆腐干。炒豆腐干，炒豆腐干。我们要什么炒豆腐干？太会行销了耶！他是叫炒豆腐干啊。赵兄，赵兄麻烦你好。他如果活在现在，怎么会有鼎泰丰呢？就像宁静生气的了。扶一下姐妹，你不要惹我。少杰哥，不是住在蒙甲的才叫兄弟啊！我还准备了内衣啊，五六千呢。戏份，那你尽量对我不客气啊。不是的，你晚上的药有没有带？先吃了。我高血压刚吃了一点。对，先吃先吃。戏对对，来不及了。戏份准备的好充分哦。你是跟小钟掉的吗？你内衣？这边播出了是。你是其实小时候开始就是喜欢吃东西的美味，不是因为当了火锅店老板才。这是他陪伴你那个过程是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翻过去的照片，照片会烧掉啊，对不对？你的过去的回忆在哪里？又到那边小店弄两边什么，弄两个棒子弄一弄，这算什么呢？到店里面弄个棒子，人家老板来这边讲这个什么？对不对？我的要的是过程。我今天带的东西，每一样东西都跟我息息相关的，是。所以我把这段回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是。所以我那么爱开店，为什么喜欢做菜，都是我用生命累积出来的。赵哥，你那边还有什么食物啊？他的爱玉冰，爱玉冰。谁的？听说他的爱玉冰也是有历史的，也是绍兴的吗？对对对，绍兴哥的爱玉冰。你给客人就好了。哦，好好。讲，赶快讲，赶快讲。你是说你的话比你的屁还长啊？爱玉冰其实说实话，它也不是算什么登大雅之坛的东西。OK， 只是小小的一个冰品而已。但是，它让我勾起我在七十几年在柳公郡的时候，柳公郡就是现在的景美。您知道什么叫做柳公郡吗？早期叫做柳公郡。柳公郡那时候我追了一个女孩子，我第一次初恋的一个女孩子，她读沪江高中，对，她比我大。我为了每天，是你要哭？你演法都一样。所以那个女的现在不在了。在的话还有婷婷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她还在人世间吗？她因为她有家境。然后每一天他只有跟我相处时间，对，门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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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才有讲话的机会啊。每天只有三十分钟跟我相处的时间，是，我觉得那段感情是现在找不到的。大家现在要看宾士看豪宅，不是，他过去没有看我，我只是骑脚踏车而已。对，但是我只愿意跟他在那起分享，在那摊子上分享三十分钟。那一天就上礼拜，因为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还特别回去一下。我在那边整整待了将近三十分钟。OK， 我还是站到那个时间跟他在一起的时间，我希望他还站在旁边，但是已经不在了。对，鬼故事。他不在了吗？就是分开了。但是你干嘛讲那个话？你是傻鸟还是怎样啦？我都不好意思问。所以我现在喝起这个爱玉冰的时候，很怀念。我感触就很深。OK， 好，绍兴已经讲完他的三个食物。对了，三个菜讲了快半个小时啊，谢谢大家。绍兴演完以后，另外四个人都要哭哎，不然怎么办？好难熬。好，那接下来那个，这个是胡椒饼。胡椒饼啊，对，这个算非常大，史丹利的，饶河街很有名的一个胡椒饼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几乎每次去都是要排队的，然后它是用炭火烤的。就跟一般可能不一样，它是有炭香的味道，而且它的料，它皮薄。试试看人家的胡椒饼，吃一口可以吃到肉，有些胡椒饼可能吃了三口，对，吃了三口还没吃到内馅，对吧？但它皮是薄，所以吃一口可以吃到肉了。薄皮胡椒饼，
里面塞好满哦。对，里面塞很满，所以应该是一个就可以吃饱的那种。哦，应该是对，一个就可以饱。所以你吃的时候会想哭吗？哦，这是开启我。好一种豆腐干，怎么啦，赵哥？好硬啊，外皮跟轮胎差不多，咬不动啊。你冷掉了。我想说我们到底在录什么内容？怎么会听到？太硬了，他以为在开我的假药了。赵兄，你估一个价吧，你觉得一个应该卖多少？40吧，不多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的。可是我觉得今天赵哥推荐的东西我还蛮 surprise 的。他前面不是已经很秀气的推荐了红茶吗？对，你知道后面要介绍鸡蛋糕哎。哇哦！一个在江湖上面走上的人，可以介绍鸡蛋糕吗？这是蔡大星海绵宝宝的鸡蛋糕。你怎么出去跟人家谈生意啊？哎，大家看，真的是海绵宝宝哎，谈生意了耶！你看。一般都只能够买到兔子啊，或者手枪啊，这样。对，很贵哦，很贵哦。对啊，海绵宝宝鸡蛋糕，赵哥你去哪里找？这个有哪里找到？你去哪里找到的？这个在劳合夜市。所以你是爱看海绵宝宝是不是？也不是，是因为他这个来给几位老板吃一点啊。对对，哎，嘉姐孟尝够，行李架也够了，我跟你讲，嘉姐敢尝够者啦，卖敢拿我吃家己的，不要吃别人的呀。麦当劳吗？在夜市被人家看到赵正平拿了一个海绵宝宝在啃，不会，还好。好跟那个胡椒饼差好多。我觉得这也是凶器耶。可是这里面是怎么判断优劣呢？就是海绵宝宝的鸡蛋糕啊，吃不太出来。对，它真的是要烤完之后出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最好。人家是卖造型，不见得要卖口味嘛。你用目光判断的话，这三摊你在夜市逛的话，你会先对哪一摊感兴趣？这就要看了，饿不饿，还有旁边有没有带女伴。有带女伴的话怎么样？有带女伴的话，应该是吃这个。对，西式一点，秀气，这比较甜啊，比较香。对。如果真的饿的话，要吃猪血糕，一个人的话。啊，如果说想要配点小酒啊，下点小酒的话，就要吃这咸酥鸡了。啊，红糖。哎，我这片可以吃三天哎。可以嚼红糖。红糖，你陪赵哥去那个香酥棒那边，你有女伴喽？哦，有女伴。哎，你要勾我。哇。在夜市混得很好的老板吧，很会加戏，还要逛街逛去香酥棒吗？那边有个香酥棒啊！老板你好，请问香酥棒怎么卖啊？一支25，抢人呐！拿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拿个8支给我，老子是千丈的。可以吗？又不是在酒店，你签什么签？大哥，这样也可以加薪。老板，赶快去回家！你回家！不要碰我！还是把马子立那么重，帮嘎妙好。请问香酥棒25块钱，这个对一般来讲，一支差不多。哎，少廷，很好吃哎，好吃吧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，这是原，你们是吃原味的吗？牛奶棒不是原味的。赵兄，你女伴没有哎？好好好。给。谢谢。赵兄，你常常带女伴去逛夜市吗？自从爆红以后就没有。爆红。那你现在的身份方便在夜市吃摊贩吗？比较少，几乎都在餐厅吃饭比较多。Alan， 你有给少廷打过折吗？他来都吃到饱。你是对美女优惠吗？也不是啦，因为反正吃多也不会胖，我也没有支持他。因为毕竟我也是宅男女神，所以他不化妆去买的时候，你认得出来他是谁？是吧？你有看过他素颜吗？有吧？没有。有。他素颜就漂亮吗？正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下次来卸妆啊。哎，你不敢来卸妆啊？好像没看过。我跟你讲，有刘海这事情很可疑哦。为什么？哎，我之前没有刘海啊。刘海后面是不是有什么玄机？没有啦，你们看。他没有眉毛。有啊，有，他是真的，真的。可是你去那个摊位买的时候，你都会希望老板认出来你是谁吗？我还好呢，我没有特别希望有人认出来，所以不用跟老板撒娇说我是谁谁谁，可不可以打折？哦，我常常说，不是，之前会有人说你好像在哪里看过你，
然后就问你是谁，我说我是少廷，他说是少熙吗？讲对，讲对，就把它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把它讲出来，不要闷在心里面，大家都认我，对不对？我很常被这样问，你换过来坐嘛，我们家人，你这样子对不对？子谦，你跟真的，让我们家人没办法坐在一起，给你。他可能本来想跟你家人，今天录影之后就不想跟你家人。赵又廷抢戏超卖力，犀利贤妻不客气。我们应该试一下潜水机的。有。赵兄，给你另外一个女伴好不好？赵兄可以过去。哎，没有，还没有。这边鹅肝的那个乌龙茶哈，那个茶你听说不错，要不要喝喝看？可是我想要吃鸡。好，前不就六十分钟，你有点多久了？他演就可以，我就不能演。跟你带一位女伴过去帮我们点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老板。哎，来两只猪血糕好了。我给你大杯，大锅杯拉。那接下来呢？叫史丹利的咸酥鸡。咸酥鸡是史丹利的啊？对 ，Yes， 对，那是咸酥鸡，不是台北到处都有吗？没有没有，那个真的不一样，对吧？那个他那个老那个摊位叫肥猪的摊。啊，我知道。我刚刚试吃过，炸鸡皮最好吃了。对，鸡皮很好吃。然后那个老板。在本来第一家店在永和的乐华夜市，然后一般咸酥鸡摊很少有炸鸡皮，对不对？鸡皮也有，但是它炸得很好吃，因为它很脆，不会油。他们摊子会受欢迎，就是因为很多女生喜欢吃他们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完全不会有油脂喷出来，对吧？然后而且他们的胡椒也是他们自己做的胡椒，可是它吃起来是甜的。对，胡椒吃起来是甜的，对，有一点点甜味，对啊，这也太甜是不是？好像甜点哦，甜了一点。佳姐，给不要紧啦，忙仓库啦，生意若无做，该做这老要紧，对不对？圆圆，他就给他收保护费。你平常去夜市的时候会特别打扮吗？不会。在夜市，女生没有在比赛漂亮的，没有啊，所以你们是会一摊一摊吃到很饱吗？从第一家吃到最后一家。你真是大学生吗？你已经开始有大婶的手势了。好，那个我们应该试一下咸水鸡嘞。有，好吃。你说那个傲慢的老板卖的吗？那个赵兄，给你另外一个女伴好不好？少廷陪你过去。王西马，王西马又来了。哦，好。现在是有加到两种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前面那一摊的那个乌龙茶哈，那个茶你听说不错，要不要喝喝看？可是我想要吃鸡。好，我前不就六十分钟，你要演多久啊？他演就可以，我就不能演。人家有故事啊。他还在加戏。你们家现在没有事，有事我就 call 你。我在外面等你啊，大哥。没有外面，这就已经是户外了，这是夜市。赵兄上面加了什么？胡椒粉跟他特制的香油。OK。哇，现做的香油。对对对对，开玩笑，关东来的鸡啊，啊不，关山来的鸡，关山来的鸡，关山。啊，这一定要磕一下了。对，这个就不怕热人了。他还有小菜呢。对，谢谢。小菜。好吃，小鱼干真的很好吃哎。对啊，而且它的小菜超好吃，小鱼干超好吃。你奶奶为什么不买啊？奶奶，你吃这不会太咸吗？可是它的鸡肉真的是又有嚼劲，可是又嫩，又嫩多汁啊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因为我不敢惹你，你看起来好凶狠。太认真的是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多汁哦。是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，它鸡皮也很好吃。哎，所以你们遇到插队的客人，真的会骂妈妈吗？有的客人哦，比较会讨价还价。你说我们家老费用啊，290块钱，你愿意接受人家杀到多少？我都不会让人家杀，哎，除非说有个零头5块的，我才会杀。可是如果来的是一个，这真的是已经是弯着背的老太太，那可我会请她吃啊。那如果是小 S 本人呢，可以杀价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可是我很客气，说我老板我吃了之后帮你在节目上介绍。我们现在已经介绍了。对，没中，没中，没中。哎，所以当初是怎么发现这一摊的？其实他，你是饿了是不是？不是，其实他是我朋友，男生。哦。对。然后我要知道在交往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以前在餐厅打工认识的朋友。对，然后后来回去就帮家里做生意。赵兄，麻烦你，这个是少廷的这个，这个是我羊肉串，对，哎呦，直男，他在大安路，你吃很多肉类耶，同学，太多，还有烤的，要吃他的鸡屁股，哎呦，鸡屁股不错，鸡屁股好吃，七里香哎，因为我是不敢吃鸡屁股的人，
那可是这家我敢吃，是炸到完全没有便便的味道，没有，而且它很不油。但现在放应该有点冷了啦，冷掉是冷掉了不行了，对，冷掉了。可是它是在大安路，然后都卖晚上到天亮。是谁的？所以你晚上想要吃的话就吃得到。哎，你这么暴饮暴食，你怎么瘦啊？我很爱吃啊。所以你怎么办？回去运动吗？我还好，我吃不太胖。OK。这家吃不出东西来哦。对，因为冷掉了。对，热的时候，我有听很多人讲这家很好吃。嗯，它就是一个卡车。黑人也跟我讲说这家非常好吃。很好吃。好，那志贤。是啦。志贤，你的那个猪血糕厉害在什么地方啊？猪血糕就是它的味道，它是从很热的那种蒸笼拿出来的，然后出来之后它会加那种花生粉，大家都是啊，对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对啊，花生粉跟香菜，还有辣椒酱啊，对，对，而且它是有44年的这个老字号，所以有人拿出来是冰冻的猪血糕哦，有人把它煮成汤，但是我有带我的国外的朋友吃他们的猪血糕，他们觉得很好吃，因为他们是不敢吃什么猪血啊之类的，但他吃他们是屌的，所以之前每次会吃到他们。麻烦你带一位女伴过去帮我们点一下好不好？我要带谁啊？随便你啊。哎，那红糖好了。你完全你一直越过，你一直越过少平干部。哎，舍近求远。哎，红糖，不要演了，不要再演了，过去了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来两只猪血糕好了。两只，别的客人怎么办？哎，给主持人，啊，那个5只给来宾。哎，啊，赵哥呢？哇，这是热腾腾的。它有分大小吗？哎，有。大，它现在好像踢给了哦，以前是大概20，现在已经大概30。好，给你大只30块。我被拉。拉什么差点我们就吃不到这个猪血糕，因为我们刚刚录影的时候有 delay， 所以他在外面等的时候有很多我们中天的员工都跟他买很久，因为家住在饶河街附近，所以他是从来没有涨过价吗？哦，现在有涨价了，因为那个阿嬷的这一摊车子曾经被小偷给整车偷走啊。为什么要偷这个车？哎，阿嬷喜欢被来偷铁丝带车。哇，你也三在抓天哦，我就想讲，甲洗洗起来放，较凉凉才阁卖啦。啊，要分啦，我都过下月尔，都红头提走。偷走了啊！偷脱，拉丝烫，人生，我刚车装脱去。我刚刚有听懂，他说热天的时候生意比较不好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就是他的子女就叫他说，哎，休息一个多月好了，不要卖这样。所以猪血糕有分季节的、啊。较寒较好卖哦，真的哦。啊，较热，人大家拢要食凉的，要啉凉的啊。啊，伤热吼，人食较袂落去。你们香酥棒有分季节吗？哎呀，都卖无啥有吼。哎，不是讲过。加油！我香酥棒啊。哎，好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所以你们那边呢，有分淡季跟旺季吗？我香酥棒比较没有，因为很多人会买回去当早餐，或是当。下午茶 ，OK， 或者是逛街随身零嘴，所以比较没有季节之分。你觉得你们这一摊赚比较多，还是隔壁香酥棒赚比较多？大家聊他的，是聊他的。你们赚比较多吗？这个会比较快吧，当然。哎，所以如果在夜市，你们的排队的非常多，然后其他摊没有，你们就会觉得就是你们卖的不好吗？有一点嘲笑其他摊？不会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对啊，你一说咸水鸡前面排一长条，然后香酥棒前面没有排的话，对，只有一个，他们就会瞧不起隔壁的人，就心想说，哎，生意好差哦这一类的。只有你才会这么扭曲吧？为什么这样子？不会的，其实自己很忙，都没有办法去瞧别人看在卖什么东西。OK， 所以你有发生过你准备的鸡提早就卖光，你就收摊的吗？有啊，我过年我差不多早上6点开始卖，9点就卖完。早上9点。每一个过年只要是大节日啊，7月半、清明，还有那个端午节，大部分都是我差不多是5点半、6点开始卖，卖到9点，顶多9点半，我就会收摊了。那你整天就放假啦、啊？
很累耶，那差不多一个礼拜没得睡耶，所以回家就会狂睡，是不是？所以可以喝点小酒吗？不用管老板娘，休闲生活像你那么详细，我店里做错好不好？我们店里有季节之分啊。那个赵兄，麻烦玉米，他避开你的眼神。我们店里有季节之分。你唯一的听众懒得，冬天进不来的朋友，夏天可以进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黑夜食物要处理。红糖德正平推荐小吃超用力，来宾个个不买账。请问红豆汤圆是谁带来的？我带的。我跟他有个故事，但是你在演艺圈的资历可能没有办法讲故事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很快就讲完了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卖出血糕的阿妈在后面睡觉。谢谢阿妈，谢谢啦。最后我们要品尝那个赵兄的茶了耶，来 ，S 啊，口渴啊，来来来，对啊，天哪，老板你。我们店里有季节之分啊。那个赵兄，麻烦玉米。他避开你的眼神。什么？我们店里有季节之分。你唯一的听众懒得理。冬天进不来的朋友，夏天可以进来。不好意思，我黑夜食物要处理。对不起，这个是谁的？我的烤玉米。Stanley。对，这是在我家后面黄昏市场卖的烤玉米。OK， 推荐的原因是很便宜，然后三只100块。哇哦！因为一般烤玉米一般一只都要60、70、70、80以上，然后是三只100块。对，涛哥，现在这种烤法跟以前烤法不一样。怎么说？现在都是用电动在烤的。以前是手烤，因为它受热很均匀，你仔细看比较漂亮。以前是这边黑一点，这边黑一点。所以你觉得机器烤比较好吗？受热均匀啊，对吧？我觉得受热均匀当然会比较好，但是真正的以前的老师傅那种自己用手去转的烤那种味道，手烤不是很有感情吗？你讲对，人就是要有感情。这是你自己。有多少人小时候的故事？这是你自己处理哦，我不要管。我要跟你开个小玩笑。赵哥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啊，烤玉米就是儿时的记忆啊。OK， 你也学会这招。长大不能吃吗？都是儿时的记忆。不是，可是它为什么会那么便宜？这个是山寨版的。不是，它是玉米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只都60、70，为什么你的是三只才100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，对吧？就是一只烤玉米要60、70。对，一只烤玉米对啊，所以60、70哎，要60、70块。哎，真的假的？80、100都有。但是有吗？我有看过100多的。有。所以它是很大只吗？还是应该比较大一点，但是也不会贵那么快。是进口的玉米吗？就大概这么长，大概80、100这么长。我们这边还有一碗水煮的玉米，很少用烤。水煮玉米面线是花米爪是谁的？我的。这个厉害在什么地方？它一样是在饶河街夜市很有名的。那一家很特别的地方是在，就是很多面线它都会勾很浓的勾芡，对，然后吃起来是有勾芡的味道。可是那一家是不加勾芡的，所以说就吃得到很浓的面线味，还有它那个香气。你学绍兴要哭吗？没有没有。怎么样？有人要试吗？来，绍兴你吃，你吃了没事，我们再吃。对对对，面线的，对。当然是啊，你拿在手上还不知道是面线。他那家历史很悠久，大概也开了60年左右。60年，他谁做的？你跟他，你现在是他第几代了？哦，没有，不是我家，不是每个人都在乎他们是第几代。老板就老板了。判断我怎么样？完蛋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怎么办？你感受？请看重播。这个面线呢？它就是它那个大肠胃就要进去这个面线的感觉，它融合在一起，它是最高境界的近乎。在演戏还是你真的爱吃了你？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讲真话，它底子打得很强，对，这个面线有功力的。什么叫底子打得很强？对啊，汤头吗？你是说？我喂你，你喂我呀？试试看，你辨认出来好坏吗？有没有？进去味道对不对？真的是有底子的，你没有他演扎过，你没有他演的入戏，我演不来你那一种啊。可是你有感受到什么勾不勾芡这件事吗？我讲勾芡其实比较稠一点，这个没有，他没有，这个很高级，他这样做的面线是非常高级的做法。有些他勾芡多了就变成坨坨的，他没有，他过了，他预冷到现在目前还可以这样子，他真的是不得了，真的是绝配，好了好了。沙茶牛肉林志贤的，好，这沙茶这是菜吧？沙茶牛肉，羊肉，沙茶羊肉，冷盘，啊，这有点点的。所以你赞赏的原因是，哦，这个真的是要内行人才吃得到。你一般去那边逛街啊，大概7、8点、9、10点去逛，你是吃不到这一家，这一家一定是要你
整个夜市打烊之后收摊了，他一点钟才推摊子出来。这是今天最好吃的一样，真的吧？而且要内行人真的才吃得到哦。这个是今天刺鱼咸水鸡，还有香菇棒以及猪血糕。这是我们不算在场，订列好多哎，不算在场的老板呐，就是你们私自带来的，这是里面最好吃的。真的，我觉得它里面有放奶油之类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它有点点，也有点点勾芡在里面。哎呀，对，有点像烩饭那种感觉，跟一般的那种羊肉，它比较像西洋味道，南部羊肉的做法，而且完全不。那种盛况空前，就像我们在领那个消费券是一样。这如果配个白饭，多过瘾啊！很好，还有他们竹片汤。是不是觉得大家介绍的菜都比赵兄介绍的菜有趣？嗯，因为红茶真的没什么好介绍的。你吃了那么多油腻，最后喝个茶去压一下味道，怎么会不对呢 ？OK， 而且那么大一杯，一千 CC 才卖你25块钱。这边有一盘凉面呢，凉面是自己的。我的。所以这个厉害在哪里？在这个饶河夜市，它要跟那个赤肉汤放一起 ，OK， 两个才是绝配。也是饶河夜市，哎，对。你们知道世界上有通化街这个东西吗？但是它好像衣服比较多一点。所以你们认为饶河夜市是所有台北夜市当中你们觉得最好吃的？嗯，还有市营夜市，市营夜市，市营夜市也很好。哎，那看那个凉面看起来很特别，但是它味道还不错。凉面，平凡中见伟大的那一种。我觉得他没有吃过凉面，真吗？他可能人生第一讲这种话好狂哦。他第一，他人生的第一次凉面，可能就是献给这家店，然后他就之后就迷上了，对，他无从选择，因为他的酱也是太甜。哎，我喜欢吃有点点甜的。请问红豆汤圆是谁带来的？我带的。为什么要吃红豆汤圆？因为那一家就是很有名，就是在他在内湖，他不在饶河夜市，他在内湖。OK。可是他也不是在什么夜市，他是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市场，对。然后他排队都是排很长，我跟他有个故事。哦。对，就是曾经就是因为他排队都要排30分钟。你在演艺圈的资历可能没有办法讲故事。真的吗？我讲一下啦，我很快就讲完。啊，就是有一次我排30分钟之后，那好不容易换到我，我跟老板娘说我要3碗。然后后来我只有1000块，我就说老板1000块给你找，他就说我没有身上没有那个零钱，我就说哈那怎么办？老板说啊没关系啊，3碗送你，下次多买一点就好。我觉得老板人超好的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嗯，卖猪血糕的阿妈在后面睡觉。对啊，是啊，就在你不要讲故事，没有讲，阿妈的故事根本就没有人生经历在里面啊，只是一个3碗免费的故事而已。我觉得很感动啊，送我啊。是啦，好啦，好，那最后我们要品尝那个赵兄的茶了耶。不会太甜吗？不会不会，一千CC。为什么要推荐茶？可是我觉得女生拿这个好麻烦哦，手掌都快要握不住。不会啊，男生拿着喂女生喝啊。对不对？你都给美女喝吧，给几位美女啊，美女，男生拿嘛，女生喝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男生拿为女生喝，很传统的红茶，可是稍甜了一点。你懂了他推荐的意义吗？只是杯子很大杯，是不是？他就是推荐在于他25块啊。他便宜，修个短袜。你看现在经济不景气，男人最爱讲修个短袜这件事。所以在女生面前一味的在乎价钱，这样好吗？不是，你看，比如说哈，我拿来。S 啊，口渴啊，来，赶快喝。可是我对啊，我就把它拿。我也觉得好甜啊，我觉得好，因为这越喝越渴。老板，你20块要求那么多了，他不应该管。歪嘴鸡，你们。好，所以公平一点吧。今天赵兄你自己觉得最厉害的一道，除了你自己推荐的东西之外。你觉得最出色的一道是沙茶。哇塞，那边有3摊老板在那里。我们撇开3摊，撇开了3摊是吧？志贤的牛肉刚刚不错，羊肉，吃不出羊肉。志贤羊肉刚刚不错，那再来就是少熙哥的那个水煎包凉了还能这么好吃，也算 OK 了。走了，好像你水煎包。怎么有癫痫的感觉？小孩子最喜欢哪一个？不算他们三个老板的话，是林志贤的羊肉最好吃。好了，辛苦三位老板了，谢谢他们了。